影后刘嘉玲9月19日现身香港湾仔出席某周刊举行的午宴。几天前超强台风山竹肆虐香港10小时，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，不知道嘉玲姐是不是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呀？其实都有一点点，因为我答应了要去大陆录一个节目，所以我怕那个风会耽误我的航班，所以我提早去了大陆。但我在大陆的时候看朋友圈发的那些视频啊照片真的是蛮恐怖的，但是我很感动，就是香港人真的是蛮有素质的，在这么大的一个灾难面前都没有慌张，然后都很有次序的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另外马上就是中秋节了，嘉玲姐早前接受访问时透露老公梁朝伟约了自己一起去爬山，那在这个中秋假期夫妻俩是会外出甜蜜度假了哟。是的是的，我们约好了去看枫叶，然后去 hiking。 现在出去旅行是不是都会尽量选择灾害少一点或者是比较安全一点？我觉得天灾人祸，他说天灾人祸就是你预估不到的，真的要来的时候你也只能接受，所以要把心态放好一点了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